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 OK， 现在我们要继续往风云之天下会啊。那现在我们安葬孔慈之后呢，不仅回到了天下会要收拾孔慈的遗物啊。印堂主你回来就好，帮主有要事相告，命你即刻前往。嗯，知道了。帮主有令，走开。好凶哦。怎么一下进到其他的场景？些你生前喜爱的东西吧，我送的锦盒还在，刚才吃人对我有心，这就是你最喜欢的东西，难道这草木比我送你的锦盒还要宝贵？你疯什么人？副堂主，这里是天霜堂，你在做什么？少废话，滚开！哇，一次五个人，排山倒海会没什么用啊！我怕我会打不出来。哦，还好，我还以为他打我会100多滴或是300滴，这样子五个人一次打的话，我就损失1500滴了，1500滴血。攻击招式好弱哦！耶 ，nice， 嘿。然后我看攻略说要去点一个机关，好像是在这边右下角，右下角在哦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嗯，那幅字画为什么挂在角落？嗯，这幅画下方的机构是做什么用的？哦，四地道。好，赶快过去！我想赶快把这个风云天下会把它结束掉。好，然后这个迷宫攻略说很长，所以。然后没什么特殊东西，所以这边我们就先快转吧。好，我们终于走完这个很长很长的迷宫了。他习惯于此时闭关练功，是我大好良机。古寺凌霜映山霞，古月残舞照月朝，风起云涌天下会，霸业雄图夸自豪。嗯 ，OK， 好，走吧。然后这边有一个机关要解，所以我已经看了大概怎么，我已经知道要怎么解了。此前座椅如此凌乱，此中必有古怪。好，就是要解这个，然后我看一下。先走吧。哎，按住。这个 OK。这个好像一次吧。哎，这样吗？哎，刚刚原本是这样。我记得第二张椅子转两次就好。这个一次，然后这个两次，一。然后这个一次吗？这个一次，两次，好。
好，我讲错了，没事。一二，然后，我其实转一次啊。是我记错了吗？还是先转第二个啊？没有没有，我刚才也是做这样的动作，先转第一个，应该先转这个。可是我刚才也是这样做啊，这样做不对啊。好，我再看一次怎么解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这个要点两下，二，然后这三下，然后。这个一下，两下，中，获得无双神剑。哦，哦，对，他练功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有了他，定可配上剑谱上的旷世招式。此，我很快便回来找你了。什么声音？我们看一下，可以装备那个无双神剑吗？可以，无双城的正剑，正城之剑，1280，哇 ，nice， 这个攻击力很好。然后跟雄霸对决这场是打不赢的，所以我们也不用太耗费心力跟他打。就等等输就对了。雄霸不经营啊，练功机器无法动弹，老命休矣！你曾害死我全家，现更咄咄相逼，你本必死无疑，但我不屑趁人之危，顾念你多年培育，今天就还你所有恩情。什么？他和我竟是仇家？老夫还留他在身边多年，真是太大意了。熊帮主，就让我助你清理这个天下会的垃圾吧。我刚不经营不杀他，这太可惜了。不经营，我知你深爱孔子，但当年我仍把他嫁给新庄，你可知是何原因？一切都是老夫的阴谋，就是他被夫偷害。也是我命他向你假意奉迎。胡说八道，孔子对我是真心的。哈哈哈，真心？孔子那你们师兄弟各怀鬼胎，内讧失和，这是老夫分化计划中最漂亮的一柱。雄霸，为何你要如此加害我们？你们只是老夫手上的棋子罢了。如今我万事霸业已定，你们的价值也用完了，最后全部都必须死。不经营，你刚才不下手杀我，现在老夫要你后悔莫及。叛徒，纳命来吧！啾啾啾啾啾啾啾！哦，瞬移瞬移！他是拿扫把吗？这个人？扫把攻击我啊！哦，香风丢演戏吗？现在还好不痛啊！真的要输吗？这场？哎呀，就输了，管他，输一下。扫把，扫把！哇，在拿扫把来打我！这是圣灵剑法，然后这老匹夫神功大成，厉害得很。今天已经不可胜他，先溜为妙。
这是健身的招式吗？所以我们要再走地道是不是？冲啊！我可不想走那个烂地道啊！你又是谁？老子好久没吃人了，鬼金鱼，你就塞下老子的牙缝吧！看我干爆你！哦，他被命中了，好痛哦，蛮痛的呢。哦，那他变壮了，很好，吼吼，龟仙人啊！没死哎、欸，哇，血还蛮多的嘛，哇，好痛哦，真是危险，越来越痛了，哇，你又爆气，因为在这款游戏，你的攻击力会跟你的血成，就是你的血如果越低。你攻击力就会越低。好，赢了，赢了。哇，是圣灵剑法！快逃！这些人似乎很怕圣灵剑法，说不定能以此脱困。为什么会进入会圣灵剑法？他什么时候会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可能是因为看到那个剑圣使出剑23吧，所以他们吓都吓死了。那个邻居啊，邻居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快逃啊！快逃快逃！好啦，那边快转。哎、欸，就马上就有剧情了。又是你。哦，这没看过，你拿什么纸飞机啊？别想活着出去！哇，他的造型有点诡异。他拿剑吗？对，他拿剑。给他刚才那个图像，好像拿一个纸飞机。还是真的是纸飞机？我应该没看错吧？给我死一只！感觉会打很多场。丛林深锁。圣灵剑法，快溜啊！哎呦，好，那我们快转吧。好，我们又遇到人了，一个有我把关休想走，拿一个搞的一个秃头男，丛林深锁，全体招式啊！好弱啊，才1000滴！哇塞，新学到招是破烂的。
看一下。啊，是射灵剑法。OK， 好，我们快转，快转，快转。好，我们遇到了，就让我为你牵你黄泉路吧。我发现打他们没有到很痛。有点痛了。乌云蔽日。哦呀 ，nice！ 啊，射灵剑法再出现一次。不妙，是射灵剑法。OK， 好，再来，快，好，又遇到剧情了。啊，高枪男，高枪男，秃头的高枪男，你我虽无恩怨，但你必须死。莫怪了，我俩无情。不会的，因为你们会输给我。丛云深锁，这次应该比较痛了吧？啊，路用另外一招，我看一下。啊，会不会输啊？有可能会输你。用这招，排山倒海。我真的是丛云深锁比较强。踹乌云蔽日，哇，单体中单体中是伤害杀伤力真的颇高。啊，不会血吧。打敌人真的很花时间，不是我在讲，这款游戏打敌人真的很花时间。没血了。那青年人生，然后再补一次内力，再把它干掉，应该都差不多了。灵芝，灵芝，谢谢灵芝。
日。死吧！还没，啊，终于。圣尼剑法，九流无力，快走！好累啊！云师弟，别来无恙吧？是你，你想怎么样？快跟我走，熊猫就快追来了。你为何要帮我？你应该恨我入骨。我当然恨你，不过现在你先跟我去一个地方，你就知道为何这么做了。秦兄加入。步惊云已掌握剑八精髓。熊帮主，你这样做是什么意思？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。我们早已心如止水，事情已难令我等雀跃啊！熊帮主，你又何须毁掉我们的栖身之地，天下第一楼？老夫毁了，只因各位再不需要他作为护印，大可重见天日。因为剑圣已经归天，这岂不是个好消息？嘿，我们为了躲他，被迫在此地终老，岂料老鬼竟然先行一步。好啊，可以恢复自由，这20年的怨气终于可以一扫而空啊！熊帮主，听你的语气，似乎是有事相求。不错，各位真是聪明，老夫希望你们为我再干一次杀人的勾当。你要我们杀步惊云？不单是他，还有聂风。哦，从哪出来了？云师弟，咱们就赶往凤溪村去吧。好，凤溪村是吧？好，那我们快转，快转。好，那我们到凤溪村，然后要进这个屋子。有劳各位酒后了，风，许久不见，你气色看起来不错。或许因为我在这段日子不再追逐名利，过着恬静安逸的生活吧。是的，你又怎会知道我必居于此？其实我早就探知你栖身之所，只是时机未到而已。大师兄，你似乎变了许多。经过这么多事，不仅是我，你们二人也变了不少。大家一定奇怪，我为何要各位在此聚集？齐聚，其实只因要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此事与各位皆有莫大关联。我希望各位能团结一致，合心合力，同心合力去对付一个人。他就是卑鄙无耻、罔顾信义、草菅人命的熊霸。这里记着一段批言，因为他，熊霸绝将我们三人分化。因为他恐吃惨死，也因为他我们才弄至如此地步。金陵岂是池中物，一遇风云变化龙，九霄龙吟惊天变，风云际会潜水游。此话怎么解释？这是你无常会雄霸所断批也，说他成也风云，败也风云，最后必被风云所覆。为存霸一领，自己得利自图，亦要赶尽杀绝，这雄霸真是丧心病狂啊！但能在江湖欲成大事，莫非真要像他一般心狠手辣？现在你们既然明了一切，我希望你们风雨二人能与我们同心一致，对抗雄霸。近年雄霸不断诛己异己，令江湖掀起腥风血雨，几近疯狂。咱们若要幸免毒手，必须同仇敌忾，合力将他铲除。大家意下如何？好，咱们吴通城鼎力支持，但你切记，莫忘当初所许之承诺，
放心，伍子胥一报七仇，别无他意，借此雄霸一时，天下会自然拱手相让，让给你重振无双。嘿，我定会亲手对付雄霸，不需与我们合作，告辞。不惊云，少死吧。玩这纸飞机难。哦，剑疤，看一下剑疤。哇，很痛。不过，因为盘音掌的话，我们必须一直使用盘音掌。不过这边我们先用单体招式对付他。剑疤啊！还没死啊！从云深处，还没。他们血色变厚了、啊，我们都使出圣灵剑法了，你还不怕？难错，从云深处，还没死，都没内力了呢，大哥，快死了！他想打我两滴，应该快挂了。哎，步惊云，你今天休想活着离开这里。云师弟，你还好吧？看来我们的行踪已被雄霸发现，这次连天池十二杀手都出动了，我们得更加小心。天池十二杀手。在25年前，一个庞大商人组织天池崛起于江湖。这组织以通皇为首，率领着108名各副奇特本领的杀手，在武林中兴风作浪，人人谈而色变。后来武林中人提出剑圣，经过一番激斗，才将天池瓦解。不过还是有11名武功较高的杀手，在通皇的带领之下逃了出来。这12个人最后在走投无路之下投靠雄霸，并安置于天下第一楼中。这件事原本极为机密，想不到雄霸会将他们派出来，可见其欲置我们于死地的决心。对方人多势众，我们更得必须合作，否则今天难以离开这风息村。云师弟，你就别再一意孤行了。啊，他这样妥协了。好，我们先准备一下。哇，赤武尊跟孤独敏哦，因为我一直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，谁管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哎，人生人生 ，OK， 状态物品。呀，炼风东西又掉了，是不是？不要给他们状态好，因为他们，我觉得他们等一下一定会挂掉。那就这样吧。反正还不是靠步惊云一个人撑场面。怎样啦、啊、走到我前面又 走回去。熊帮主有力杀、啊、哇，1打3啊，不是1打3，是5打3。啊，秦霜没有天霜拳可以选，但让我失望了。反而有一个王八蛋万火草中，啊，这个人也没有招式，烂透了。
烂透了。惊鸿一瞥，好烂，超烂。啊！绊倒人没有损血，我笑了。这种个废物，真是废物哎！不是我在讲，真是废物。狂风怒号，好，望夫朝中。长官刚才没攻击，因为他是单体技，我以为是全体技。哎，死一只了，蛮快的嘛。完了完了，那其他人没有打到。因为这款游戏，你只要大家指定一个人攻击的话，那个人如果今天死掉的话，其他人是不会懂的，有没有？完全不会懂，就是这款游戏不太好的地方。不过算了，从云深锁，让他念招式名字，神风怒号。哇，踹一下四千滴，万福朝中，静静静静静。啊，还有，来吧，神风怒号啊。孟婆朝中，再补一个千年灵芝给聂风。从云深锁，金哎不是金风怒号，哎踹一下死了啊！万佛朝中，定定定定定定，拉开一个音效了。这个脚，好久哦，我们现在打了八个人，这等一下应该还有一场要打。从云深锁，因为我们朝中还蛮痛的呀，说实话，还不错。啊，有时候大家可能看段落看。打了重复打了几次，应该会觉得无聊，因为我现在都已经感受到无聊了。不过他们这一代的剧情是进展蛮快的。天鹰双拳，很烂，很烂，真的很烂。我都看快睡着了，咚！哇，真的是哦。来，帮我补个内力，应该还有一场呢。千年灵芝，望佛朝中，千年灵芝。OK，
应该会打了20分钟吧。哦，赢了赢了。哦，项圈，我、哦、还有三只。OK， 终于生活。怎么踹一下就死掉了？我都麻木发招。摇摇摇摇到外婆桥，哇，是什么啊？哇塞！我觉得这个发招有点好笑。来来来，神风怒号再给你一发，剑八，万佛朝中发一个。像云无常，是武尊，什么事？风无相，云无常，无相无常，你指的究竟是什么啊？佛门所说，所谓无相，一指脱离色相、声相、香相、味相、触相、身往坏相、男相、女相，即是名实相之境界。夜风生化玄风，快得无影无形，你脱离任何色身形象，故其力量就是无相。此外，世间事物变化难测，永远不会停留在某一境地，这是佛说的诸行无常。你看步行云身上所发的云气飘渺无定，正是无常的力量所在。纵是风无相与无常，又有何奇特之处？两股力量若能互相配合，就会达至摩诃无量。摩诃无量，不错，摩诃本为梵语，意即无限大，无量则是末法衡量之意，无限大而末法衡量的力量，就是真正的摩诃无量。哈哈，看来你们无理财产，不仅有念风，你们两人今日结束难逃。云师兄，不如我们俩联手互补不足，这样才有胜望。不仅云受死吧！啊，危险！好一个念风，念风，你为何要牺牲救我？我早已置生死于度外，一只眼睛根本不算什么。我就是想死，更犯不着你来救我。雄霸，拿命来！哇，被屌虐，屌虐一波。谁？少爷，你快带念风走，这里交给我。快走。尊者，我们走。去死吧，叛徒！哇，好惨啊！来人功力甚高，究竟是何等人物？那死人莫名其妙，大师兄就这样挂了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为何会在此？是谁救了我？啊，我的手！好，那我们这集到这边结束了。那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到左下方按个订阅，也欢迎到我粉丝页点赞，以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